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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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神真美好啊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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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有重担都除掉。哈利路亚，就好像你想想，这样重担推出来，嗯，所有重担推出来，哦，哦，感谢，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这是不是你第一次有这个喜乐，还是以前也有？也有，也有啊，好长时间没有了。啊，想起现在没有，现在又有哈、啊，感谢主啊！是，你就有这个圣灵恩膏，这个喜乐你就保持，多享受神这个喜乐，就长期在你身上，你就为人祷告，也可以帮助他们有喜乐。你试试是不是呼叫出来马上有喜乐啊？你试试就啊，马上就出来是不是？这是一个好的方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放松你的心。就好像里面放松了，神就能够做工，这个是很有帮助的。我尽力的时候，我真的努力的保持，这样我就保持这个神的同在，直到今日，常常每任何时间我都感受，你留意整个身体都有感受的。好了，祝福你啊！你今天在享受神，你睡觉会更好。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希望你。相信不是你自己，是神。我相信神，神必定帮助我。哦，你们想准备睡觉可以睡觉，让我再为他祷告一下，因为他在释放中。耶稣，你允许这个喜乐涌流。哦。耶稣，耶稣知道，耶稣知道我心中痛苦，耶稣知道，耶稣知道，耶稣知道，耶稣怜悯。耶稣怜悯，耶稣怜悯，耶稣怜悯，耶稣拥抱，耶稣拥抱，耶稣拥抱，耶稣。耶稣，耶稣在我身旁，耶稣在我心中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拥抱我，耶稣。耶稣对你说：“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你的信释放你，你的信医治你。你是相信，不是你有多大的努力，信就是说我不能够，我就是依靠你，我信靠你。赞美耶稣。”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主。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主。我主耶稣深爱我，我主耶稣。你深爱我，哦，主耶稣，你安慰我，
哦，主耶稣，你释放我，主耶稣基督拥抱我，哈利路亚，你拥抱他，拥抱他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我主基督，你深爱我。我主基督，你安慰我。我主耶稣，你拥抱我。我主基督，你深爱我。我主基督，你拥抱我。我主基督，你医治我。我主耶稣基督爱我。我主耶稣，你释放我。我主基督，你安慰我。我主基督，你深认识我。我主耶稣，你爱我。耶稣一直安慰，耶稣释放，耶稣一直怜悯。神怜悯的，哦，哦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你安慰我，我主耶稣。你释放我，我主耶稣，你拥抱我，耶稣，耶稣，你真好，耶稣，你真好，释放他的灵，将他所有忧伤都释放出来，所有的伤害都释放出来。所有的压力都释放出来，因为神负责，神负责，我们就可以放下担子，我们就可以放下担子，就放下烦恼，就放下不开心，放下重担，所有重担都放下来，所有烦恼都放下来，所有担子都放下来，因为神负责，神负责，我们就轻松。哦，耶稣。哦，耶稣爱我到永远，耶稣爱我到永远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赞美主耶稣。耶稣爱我到永远，耶稣爱我到永远，赞美耶稣永远爱我，赞美主耶稣。耶稣释放我们的灵，将他的重担释放出来，所有重担都离开，所有烦恼都离开，所有重担都离开，所有重担都离开，所有烦恼都离开，叫我们轻轻松松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有这喜乐，哈哈，主耶稣赐给我。我有着喜乐，哈哈，主耶稣赐给我。哈利路亚。
我又学习了，主耶稣赐给我，非世界所赐，非世界所能夺取，哈利路亚。我有这恩典，主耶稣赐给我，我有这恩典，主耶稣赐给我，我有这恩典，主耶稣赐给我，非世界所赐，非世界所能夺取。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？享受神的同在，享受神的同在。有没有多一些盼望啊？神帮助你。好像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都在这种外在的这种刚强当中，在伪装着我自己。那一夜，当我的学生们被抓到警察局的时候，我心里很恐惧，很恐惧。但是我是教会的领袖，我又不得不装出刚强来面对这所有的所有。当我要带领同工过来来这边的时候，我也有很多恐惧。唯恐我们双方都花这么大的代价，如果他还没有得到什么，我真的很恐惧，很恐惧。我真的是感觉到我自己现在什么都不能做，但是真的很感恩。好长时间，真的是很好几年，好几年，我都感觉我不曾有这样的苦过。我都在。神的恩典够你用，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最有压力的时候，神早有预备。他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哈哈哈，神必定帮助你的。也就是说，有恩典的话，神会使用你，祝福很多人。恩典的话，能够祝福很多人。一定会，一定会。相信神，上帝不会放弃，不会放下你，不理你。他不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召。是的，他必定帮助你到底。上帝会挪去我所有的软弱，是的，让我内在有真正的刚强。感谢神，感谢主，谢主，祝福你啊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在这种释放祷告，也是我们心里有神的怜悯，然后神感动你做什么都柔和的安慰，有诗歌，有安慰，有接纳，不批评，不批评，完全没有批评，就是说不要紧的，任何人都可以软弱的，不要紧，神就祝福你啊，提升你啊。这种一破情况还能仍然站立，就是一个不简单。哈利路亚，祝福你们呐、啊，祝福你们，哈利路亚。